大家好，中国学员们好，新加坡学员们好。那么今天是重阳节，那么祝大家重阳节一切吉祥如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因为每年的今天呢，重阳节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九九重阳是大吉之日，哦，非常的这个神奇的。那么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喜讯，那么老师呢会一个一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很多学员说老师可以分享数字的这个学问吗？还是这个知识？那么老师呢就今天呢借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数字玄学哦，这个数字玄学。那么老师还没动到数字玄学之前，大家都知道，很多学员都在这个九天搓这个香粉。那么有一些学员呢，有一些疑问。那么老师还没讲数字玄学之前，会解答学员们的一些问题。哦，分享搓香球的神奇效果。哦，这个老师呢，现在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PPT。那么。这个搓这个香粉，搓这个香粉呢，也就是这个九天的这个排毒的期间，有种种的反应。好，那么我们搓了这个香粉九天，今天是大家恭喜大家完成今天最后一天的搓香粉，把我们的身上所有的负能量呢转移到这个香球里。这个方法呢是非常非常有效，非常非常的。这个讲夸张的效果，待会跟大家分享是什么的夸张的这个效果。那么呢，很多人搓了这个香球有什么反应？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人会觉得双手膨胀，双手会痒。那么这个正不正常？正常，是因为我们身上的每一个轮每一个轮的负能量呢，传到这个香球，所以我们的双手呢一定有这个反应。那么第二个反应呢，是有些学员会上厕所大号，就是拉肚子，这个也是正常，这个也是代表这个负能量给这个排出去。那么还有第三种现象呢，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现象，就是觉得很累，很想睡觉，很难爬起来，哦，这个也是好的这个症状。那么第四个症状是什么呢？有些学员呢会吐，可是他吐的没有东西出来，是吐那个空气，也有这个的现象，这个也是好的。为什么呢？把负能量给吐出来，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象。第五呢，有些学员皮肤会开始痒，从背部痒，从双手痒，那么才痒几天，今天应该是会好，那么这个也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觉受。哦，所以老师觉得这个排毒期间有这种种的反应呢，大家不要害怕，是非常好的这个效果。因为呢，讲真的一句话，我们从小长大，那么身上的负能量如何排出去？吃什么东西？我告诉大家都很难排的。那么负能量，我有通过一个方法排，就是通过香的力量，香的神奇妙用，可以把这个负能量呢给排出来。唯一这个方法是最快的方法，而且效用是最快的，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接下来呢，老师这个会分享一下香球的神奇的功效。大家看这个 PPT， 在中国的在新加坡的学员全家人在做这个香球呢，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女儿搓香球，那么其中一个香球这个女儿搓香球，发现这个球的外围裂开，她扒开这个香球，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她搓的香球的中间竟然生这个香珠，哦，所以这个香珠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这香珠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呢你的愿望呢会实现，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奇怪，大家看这个照片，香粉搓成香球怎么会生成这个香珠出来？所以这个也是香的神奇妙用。那么再接下来呢是什么？有一位学员呢搓香球第一天就中了三对字，那么搓了香球第二天中了
彩票第二奖哦，大家看这个 PPT， 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既然搓香球把负能量一搓出去的时候，大家的财运、运气、好的运气呢就会来，这个也是非常的夸张。再来，我们看第三个案例，也是中国的学员的案例，搓香球呢，他这个订单越来越多，多了两倍。为什么那么神奇呢？是因为老师讲过，把负能量一转出去的话呢，好运一定来，好运一定来。所以恭喜这些学员了。再来，今天的更夸张。老师今天公布好消息，今天是重阳节，我们搓香球的学员当中，今天有四位，多一个中头奖，五位哦，刚刚最新消息多一位是中头奖，好夸张，从来没有这么神奇过。所以老师讲过，这个九天是星啊，这个太阳跟月亮在同宫，这个星球星象的这个位置跟打在这个地球反射，会帮我们人类改变我们的命运是最快速的。如果有学员呢跟着老师这个九天做这个搓这个香球呢，一定有好的成果。单单今天而已，我们就收到五个学员中这个 4D， 中这个彩，应该讲中彩票吧。那么刚刚的是中头奖，那么呢大家看这个 PPT， 今天收到这个消息，有一位学员中了4400 starter， 可是他中了6888块，你看他买的多大，买了168块，所以给他中。这位学员呢，老师要讲一下哈，要这个分享一下，这个学员很用功的用香，那么他用香粉也非常的用功，那么他说为什么喷这个水香的效果还没来，那么发现他喷的不对，没有观想太阳出来，那么老师在指正他，就说你喷的时候呢，先喷心轮左肩头顶跟右肩的话，你一定要想四个太阳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他跟着老师的正确的方法去做，而且呢也做了这个九天的搓这个香球，既然给他今天中了6888，你说是不是太神奇了？哦，这个是超神奇的。那么还有呢，这位学员莉莉师姐，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莉莉学员，就是在香道馆帮忙香道学员的客服群，他今天也中了，他的号码中的是什么号码呢？中了就是老师帮他选的电话号码，哦，4376，哦，这个也是很神奇的。他本身也是搓了香球，也用了水香，今天也喷了开运水香，还有招财水香，两个一起用，所以也给他中了这个彩票，哦，这个也是非常的这个神奇。那么接下来呢，今天刚好在新加坡的天空也是高挂着圆形的彩虹，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吉祥的一个吉兆，也是一个瑞象。九月初九重阳之日，新加坡天上有出现圆色的彩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天也帮我们，所以五个学员呢也这个中奖。那么老师的电话号码也今天开，可是老师没买，怎么会没买？不然是有六位哦，老师家就是第六个是中这个彩票的。哎呀，有时候没办法哈，学员中，老师已经非常的开心。哦，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好，那么哎，还有一个，等一下。那么今天呢老师也分享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分享我们 Shambhala Kodo， 我们皮一轩在中国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很多学员不了解我们的发展，因为今天是重阳之日，所以一定要把好消息，全部的好消息今天呢分享给
大家哦，如果大家好消息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大家看这个 PPT， 我们介绍我们的皮轩在佛山啊、最近我们在佛山的那个 Financial Center， 这个金融中心的一座大厦，在27楼拿了一个地方来做我们的皮轩头等俱乐部 ，The Shambhala Kodo First Class Clubhouse。那么先给大家看我们的设计。那么我们呢做这个俱乐部呢，为了弘扬我们的香道，这个是我们的课室的这个效果，哦，大家看到很漂亮，是6星级的这个 design。那么再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水箱的顾问区，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水箱的顾问区，很漂亮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厅，大厅有那个给学员们呢共享我们的香宴啊，还有呢喝下午茶的区域哦，所以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这个 design 的非常的好，老师都很满意。那么再来，这个是我们的公共厕所，也非常的不错哦，这个也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呢是在明年的1月会开张哦，明年的1月会开张。那么如果有学员等到 COVID-19 好的之后呢，老师也可以带大家来参观我们的俱乐部。那么希望新加坡很快也有我们本身的俱乐部。那么我们给大家参观我们中国深圳的工厂，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门面啊，就是皮炫的这个工厂。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工厂的一个介绍，我们的香的给学员们的一个区域哦，这个是介绍香的一个区域，这个是我们的展览哦，这个展小小的展览厅给大家介绍我们的香。那么我们的线香，大家所用的线香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深圳我们自己的厂做的，这个是一些做线香的一些机器。好，那么呢老师要跟大家讲，有很多学员讲说我错过了这个9天的搓香粉，有没有机会，有没有的酒再搓这个香粉。那么老师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有学员错过这个9天的香粉呢，有哪一个时候大家还可以有机会搓这个香粉，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看这个 PPT，大家可以在每个月的初一、15来搓这个香粉，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阳历的生日或者是阴历的生日搓这个香粉。那么另外一个时期可以搓香粉呢，是特别的日子，例如1月1号过了这个阳历年，还有呢过这个农历新年，都可以搓这个香粉，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很多学员问呢，就是说这个4个特别的日子呢，要怎么样的搓这个香球，把负能量给转移出去，正能量呢转强自己呢老师也有这个方案怎么做，大家看这个 PPT。 如果要钱财更旺，你要搓的是奇轮香，奇轮香球。如果忧郁的没有信心的，你要搓海底轮的香。如果是心事重重苦闷的，你要搓心轮的香。如果要你不是要啊，这个打错哈，如果是失眠的，不是要失眠哈，这个打错啊。如果你是失眠的呢，要搓这个眉心轮的香。如果要表达能力强，是要搓喉轮的香。如果要读书好，小孩子要读书好，或者自己要能力强大，你要搓腹轮香。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拍下来哦，这个方案大家可以拍下来，初一、15或者自己的生日或者是特别的日子，大家都可以搓，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如果大家是佛教徒，佛诞的时候也能搓，看你是什么信仰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脸书的那个 message 呢 message 给老师，老师尽量的啊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学员们，你们不要有些没有错过了这个九天的搓香球，不要灰心哦。这个每个月的初一十五生辰特别的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搓。那么还有十一月还有一天非常重要的日子呢，大家都可以搓。老师过后会把日子呢告诉大家。不过呢如果在新加坡的呢，老师现在是公布十一月有一天非常重要，如果你要财气旺盛，当天是女财神的女星，就是这个金星。金星拱照地球，金星是管什么的？金星是管人缘跟钱财的。所以呢，在十一月的时候呢，这个金星会照耀我们的地球，金星会赐财给我们，而且赐贵人。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十一月的那一天来搓这个香球来许愿。是哪一天？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新加坡非常熟悉的节日，就是 Deepavali。屠妖节是吗？华语叫屠妖节 Deepavali。 那么 Deepavali 当天刚好是金星照耀地球，拱照这个地球。所以大家如果想改变自己的负能量，而且撞自己的正能量在钱财跟贵人方面呢，就在 Deepavali 的当天早上或者中午或者晚上都能搓香球。搓什么香球？大家听清楚了，是搓奇轮粉香粉的香球，奇轮粉的香球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十一月大家想搓这奇轮粉的香球，请早一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商讨一下，或者是去请一下，因为这个断货会很快。记得单单这个九天有五个人中彩票，我觉得这个中奖率是非常的高，头奖也有，二奖也有， starter 也有安慰奖也有，哇，太神奇了这个。其实老师告诉大家，在短短的这一两个月，超过三十多个学员中彩票，哦，这个是很夸张的。哦，每个人说怎么那么奇怪会这样子中彩票，就中到非常的容易。哎呦，很多呢十多年都没有中，突然之间也中彩票，也中二奖，也中这个安慰奖，哦，这个太夸张太夸张了。还有学员这个中了，这个非常的开心，他也中，先生也中，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可喜可贺的。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正题，是讲号码的数字的奥秘。那么大家请看这个 PPT。 数字是什么呢？数字是宇宙密码的其中一个符号，哦，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 definition。 数字是宇宙密码的其中一个符号，数字是宇宙解开宇宙讯息的桥梁，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呢，老师解释一下，数字是什么呢？是宇宙要告诉我们人类，你拥有了这个数字，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宇宙传达讯息的桥梁，这个非常重要。那么老师每次讲过，如果你懂数字的话，你这辈子不会可以去这个这么什么去掉很多不好的，迎接很多好的。有一个华语成语叫做什么？趋吉避凶。如果你真的懂号码的话，你可以趋吉避凶。哦，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单单一个数字可以告诉你的命运如何，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件事情。再来呢，数字永远是离不开我们的生命，大家说是不是啊？有谁能够离开数字的？没办法离开。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原来数字是对跟我们人类是这么密切的关系。
它是宇宙的密码，又是传达宇宙的讯息，又是离不开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个数字玄学，或者叫做数字的奥秘，非常的重要。数字可以提示我们宇宙的讯息，宇宙能帮我们趋吉避凶，还有数字可以看到我们的 karma， 我们的因果论。所以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呢，老师呢PPT 都会讲解，我们从哪里呢可以看到数字的讯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哦，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老师单单看一个人的风水的时候，望他的门牌，差不多他的门牌会告诉老师这个家里面住的运气如何，很夸张。例如说去看一个办公室，老师先看他的办公室的这个号码，那么就知道这个办公室的生意会做得怎么样，很厉害。那么老师也有告诉经常来向道馆的学员，我说你知道我们的向道馆吗？我们向道馆的隔壁这间的老板，他老师一忘了他的门牌，我就告诉学员，就说你知道这个公司他有什么命运吗？他最少他的生意啊可以做得很好，有两间办公室，最少的他的生意可以做到最少有两间办公室。为什么老师知道呢？是因为他的门牌告诉老师。所以你做生意啊，门牌啊，什么大牌啊，超级的重要，而且你的门牌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大家继续看一下 PPT。从哪里看到数字对我们的影响力，这个是超级重要的，大家留意听啊，今天的课程非常的重要。先从我们的生辰是指我们的生日，是我们生日的日月跟年。第二个呢，从我们的门牌。第三个呢，我如果有车的话就是车牌。第四个呢，最重要的，我们的银行户口，这四样。第五样呢，我们的电话号码。学员们大家留意听，数字的奥秘，从我们的数字最密切的这个数字呢，就告诉我们的这辈子的命运如何。因为每个数字都有它的波，很奇怪的，每个数字都有它的波，所以这个波本身跟我们的磁场，跟我们所谓的讲到 karma 因果的呢，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是好奇怪。所以我们最密切的这个数字呢，就是生辰、门牌、车牌、银行户口跟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一生到底是如何。那么老师除了看这个命盘，老师从来没有仔细为学员们看过这个数字学，老师从来没有看过。为什么？因为会要老师很长的时间去帮你看。那么呢，很多学员说，老师请你帮忙，请你慈悲帮忙为学员们看一下，就是从你的生日看你的门牌适不适合。如果你找新的房子呢，应该拥有什么门牌，你的车牌应该拥有什么车牌，那么你的银行户口应该是什么号码，另外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应该是什么电话号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讲到这里呢老师就讲一个很明显的公案。我们的这个客户群的丽丽学员，他觉得他给我老师两个电话号码，那么呢就说哪一个电话号码用会比较好。那么老师就选了一个吉祥数字的，对他本身吉祥数字的一个号码，所以他就用了这个号码。就是很奇怪，他就很这个电话号码的这个波啊，就影响到他就莫名其妙的就会买这个号码。而且买了这个号码呢，当然靠平时的用香水香跟搓这个香球，他今天就中奖。很奇怪的，这个电话号码会带财给他，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帮他选的这个是吉祥的号码，
所以电话号码可以看你做事成不成功，这个也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啊，这个电话号码啊，不，这个号码呢，对风水学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好，那么号码呢，分什么呢？分五行，有些号码是属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非常的重要。那么号码呢，还分什么呢？这个数字还分什么呢？吉数跟凶数。有些号码非常的吉祥，有些号码非常的凶恶，非常的凶恶。那么再来呢，号码有分阴，号码也同时有分阳。哦，这个号码的知识，这些基本的大家都要知道。再来呢，阳数是主这个13579，阴数是属2468。哦，这个是非常的很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号码本身是怎么样的去分类。哦，所以大家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尝试，这个号码有分吉跟凶，分五行，分阴分阳，所以大家都会知道。那么我们现在讲中国华人，中国华夏的这个数字学来自什么呢？来自这个图，这个洛书本身。好久好久以前，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前，很久很久，这个神龟，这个神龟的背后有符号，这个符号叫做洛书，这个符号本身也是号码。那么这个号码呢，如果你懂这个洛书的运用的话，这个号码非常的重要，这个号码就变成我们现在运用的九宫飞星。九宫飞星，所以这个九宫飞星的话大家看啊，这个神龟的背后有这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呢就变成这个号码。那么这个号码我们现在用的，老师每年12月会告诉大家明年的九宫飞星是什么，那么怎么样的增强它的吉星财星，怎么样的克服凶星。那么这个呢，号码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中国华夏非常非常深的非常有效的文化，来自洛书。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呢，大家如果有跟着老师这个每年呢来参考这个九宫飞星，就非常的熟，就非常的熟。那么老师在这个今年的12月也会讲明年九宫飞星，那么哪一个生肖要留意身体，还是破财，还是官司这些呢，老师会非常的详细告诉大家。哦，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数字，有些数字跟人一样喜欢跟害怕，这一点什么叫做数字喜欢，喜的数字跟怕的数字是什么？这个是很秘密，在数字玄学呢，只有师父教给徒弟，这个呢从来没有在书本写过的。什么数字怕什么数字，什么数字喜欢什么数字，这个呢是非，其实老师告诉大家，数字玄学跟星象学是一个超级复杂的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超级复杂的一个系统。要学数字不是一两年的，我告诉大家，想学星盘，想学数字，最少要5年的经验，5年的经验以上，你可以掌握这个数字的变化。所以讲数字本身呢是变化多端，星象也是变化多端。哦，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夸张。好，那么老师一看数字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命运如何。例如说你的生辰的数字配合今年流年的数字，你的数字非常喜悦今年的流年的数字，我告诉大家，你今年一定会大发。
如果你今年的这个你本身的生辰的数字跟今年的流年的数字，你的本身的数字害怕今年的流年的数字的话，我告诉大家，你就多病多难，甚至有些要开刀，或者是身体不适，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大家啊，今天老师也讲一下秘密，在数字玄学也好，在星象学也好，老师有一个东西是绝对不会讲，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的生日，同时每个人都有他的时期。那么这个时期能够算得到吗？绝对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这个人呢，怎么会碰到他的死期？就是他的号码，这个号码怕今年的号码的时候，他会过不了这个关卡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他的死期。那么有些学员就会问老师：“我的死期是几时？”啊，不好意思，老师是不会讲这个的，因为这个是避忌。啊，死期可不可以改？当然可以改，你多去做放生。你做多好事的话啊，你的这个时期会延长，可以改吗？一定可以改的。哦，大家一定要正能量，地球是每分每秒都在转，所以呢，什么东西没有绝对的事情，只要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扭转乾坤。哦，非常的重要，记得啊，没有东西是定案，没有东西是绝对，只要我们心想好，说好，做好，一定能够扭转乾坤的。哦，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正能量。好，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喜就是生日，怕就是死期了，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好，那么呢，数字系统来自华夏中国，有数字系统，还有呢印度有非常强的数字系统，中东我们就讲成埃及，埃及也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这个数字系统，还有西方国家也有数字系统。所以老师讲过，数字学、星象学是超级复杂。为什么呢？华夏中国也有它的数字的含义，印度本身也有数字的含义，中东埃及也有数字的含义，西方国家也有数字的含义。所以如果不懂看数字的人就乱七八糟看一通啊，这个就是乱看，乱看就不灵啊。如果你懂着这个四个系统的话，或者懂其中的一两个系统的话，经过几年的训练，你就懂得如何去看一个号码。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来看，看你是哪一号的人，这个是我们的就是生辰，看年月日。哦，看年月日你是属于哪一号的人。例如说你是16日5月1998年出生的，你要怎么算？16+5+1998，你就1+6+5+1+9+9+8，39号。然后呢，3+9=12，1+2=3。我们要把所有的号码变成一到一到九就可以了。哦，啊，看这个 PPT 一下，不好意思，老师忘记转。就是如果你生在16日5月1998年，你们现在可以算你们现在是生日，哦，算现在的生日。如果你是这个生日的话，你就每个号码加起来成双字，然后这个双字加起来成为一个单字，就是你的生命号码，你的生命号码。这个大家现在可以算一下哈，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好，那么告诉大家，今天老师没有时间讲一到九的性格哈，没有时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播会告诉大家，就是说几号啦，我们查一下，就是由子玉跟 Ellie
主播。11月8号，大家留意这个节目。11月8号，我们的主播会专门讲数字的奥秘。那么呢，大家可以留意收看，他们会告诉大家非常的详细。你的生日算起来，单字的号码1到9是代表什么意思？基本的数字学啊，我们的两位主播都是蛮厉害的，他们会告诉大家解答啊，解答。你的这个数字呢代表什么含义这个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11月8号子玉跟 Ellie 的直播大家留意一下，因为今天要讲的太多，所以没有时间讲这个。我讲过了数字学接，如果大家想学，老师可以开课也不知道几时了，每次讲开课可是不知道几时开课。好，我们继续看 PPT。生命数字日月年。好，老师要讲一下，很多人呢学这个数字本身呢就是算算算算算成一个单字，你是什么样的数字的人这个呢有一个名词了，这个有一个名词叫做 Vedic number， 梵字 Vedic number。 那么这 Vedic number 呢就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数字学。那么很多人没有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没有真正的数字老师去教导。那么老师今天公布这一个秘密给大家认识一下数字。如果你学经的时候你会到达怎么样的功力老师现在就宣布，大家留意看一下。所以今天看节目的学员你们就赚到了。很多学员讲，如果错过老师的现场直播，就错过了1亿。这个也是真的，因为全部都是，口耳相传，没有立在书本，所以呢，老师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公布给大家参考一下，认识一下，非常重要。讲到这个的话，大家留意看了哈。你的日、你的月、你的年，告诉你什么？答案揭晓，秘密大公开。单单你的日就可以知道你的样貌，就知道你的性格，就知道你的职业应该做什么，还有你生多少孩子，老师也知道。这个很夸张，这个是超级夸张的。有一个学员来见老师，然后呢，他就问他的先生的事情，那么老师就说，好，你就把你的日月年就给老师看一下，写他的先生的。那么他说他先生是被领养的，不知道这个年月日生日到底是正不正确，不过他是这么用。可是那么老师呢就很简单，我说没问题，老师可以知道他的年月日到底是准不准确。那么老师看他的年月日的时候，老师先看他的日，老师就先从他的日就知道他先生长得怎么样。老师就说，你的先生是戴眼镜的。他说，哇，老师你怎么知道的？我说，不单戴眼镜，他是高高瘦瘦的。他说，哇，老师你怎么知道的？因为老师看他的日。这个功力老师没有每个学员在用啊，不然老师，不然有一个事情就会发生，你坐着就不走了。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你就坐着不走不行啊！每天我们的香道馆很多学员来问怎么用香方所以老师没办法给一个学员太多的时间。例如你要找老师说，我这辈子有几个小孩，老师看你的日就知道你带多个小孩。中国有一个学员，老师可以讲明，老师都有证人的，他的名叫做志鹏，中国学都认识他，志鹏。有一次他上课的时候，我看到他，我就说，其实他的老婆志鹏应该你应该 OK 了老师这么讲哈。他的太太想生孩子，很像2-3年没办法生。OK， 谢谢啊志鹏。他想生小孩，2-3年没办法生小孩。那么我说没有关系，你照一样的去邝医生去调养，一方面呢你也配合用香双管齐下会非常的好。
那么一直用香。那么老师去了中国很多趟，每个月老师都会到中国。那么有一天老师看到他，老师就告诉他，你太太要怀孕了。那么呢，他说真的、我说是，你太太要怀孕了，而且生的是男的。果然过不久他太太怀孕了，那么今年最近才生，果然是男生。你说神不神啊，这个东西啊，很神的这个事情啊。现在他说太神了，他可以作证了，中国学员们你们听到他讲了，是真的啊，证人在这里，他讲证人在这里。很多东西老师都不会去讲，讲真的，因为老师知道太多，有时不要讲，讲了没有人要走，坐在那边半天。我看老师，我这个号码可以吗？哦，我告诉你，老师真的是吃饱没空了，上个厕所都没空了。哦，不过老师啊会想一个法子，待会我会进公布一下。所以呢，单单的生日就可以知道你有生多少孩子，你应该做的事业，除了星盘可以看你要做的什么事业，你的事业是什么，性格跟样貌全部在你的日本身告诉你。不单如此，大家看 PPT 一下，你的月告诉你什么，你的伴侣，你会嫁会娶的那个人会不会有钱，是衰样还是吉样，这个也是超级夸张的一件事情的。我告诉大家，学数字和学表面没有学到那么深入，你绝对不会解开宇宙的密码要告诉你什么。单单的日告诉你样貌性格职业多少孩子，月份老师看你的月份就知道你会娶会嫁给怎么样的人，这个也是超级夸张的一件事情。今天老师才公布、大家不知道老师还可以看到这样。再来看年，年是讲什么，年是看流年，你今年过的年好不好，是吉年还是凶年。哦，这个很夸张。所以单单的日月年本身呢，就可以看出这以上的这个讯息，超级夸张之事。哦，超级夸张之事。哦，那么呢，从这三个的号码又可以配合搭配起来，就怎么样，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一生了。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夸张？除了星盘可以算很仔细以外，这个数字本身也可以算成这么的详细。不过老师还没有开盘算这个，如果开盘算这个，你们会，星座已经让大家目瞪口呆，再加上数字玄学跟你解你的密码的时候，你更吓到，怎么这个数字灵到如此不可思议。从这边却看得出来非常的这个夸张。那么而且另外一个数字学本身它有什么力量，它还有什么力量你知道吗？啊，这不过这个呢要靠经验了，这个要靠经验的。你看这个人走来，你就知道他是哪一个日月年，你就知道他哪一个 date 出生的。夸不夸张？这个人一走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号出生的人，还是十三号出生的人，还是二十三号出生的人，他走过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呢就是数字学的最高的这个顶端的这个怎么讲啊，大师哈、这个大师很厉害的。你一走来他就知道你是什么星照你最强，你一走来他就知道你的生日大概是这样子，大概啊，老师讲过大概是这样子，你走路的方式都可以看到你的出生的号码。我告诉大家，你走路的方式也可以看到你出生的号码。所以很多大师是不用问你的年月日的，他这样看你一个人就知道你是大概是什么号码，然后呢就会开始定夺你的命运是如何。夸不夸张？
还有另外一个高级的数字玄学，你的发型也告诉你的出色是哪一天。你们没有听过的，老师今天讲的是大家没有听过的，所以老师才讲，大家听过的老师都不要讲，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对不对？聊一个多钟头哈、哦，所以呢，你的头发往后梳的呢，你的头发是往后梳的。如果今天大家看节目的，你头发往后梳的，你是几号出生的？你是五号出生的，老师马上跟你讲，你是23号出生的，老师也知道。你的头发是每次是往后面梳的，5号、23号，这个是非常啊。啊，丽丽说她的孩子很喜欢头发往后梳，是23号出生，对吗？也是五号人，你看老师说的准不准？超级准的，老师告诉你，像阿勋的头发不是往上往后梳，他是往边梳的。往后梳的这个5号、23号就是往后梳的。老师讲一个秘密，公布一下。哦，所以丽丽刚刚就证明了她的孩子，大儿子是吗？小儿子。哦，小儿子很喜欢往后梳的。我说是23号或者5号，他说是真的是23号出生的。哦，马上都有证人了哈，老师没有乱瞎掰的哈，这个是很夸张、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继续，大家想继续听吗？哦，这个。很神奇的，英文名字也有数字，英文名字也注定你的命运。有两个系统，英文名字有这两个系统。那么第一个系统你们看的呢？哦，先看这个吧。A B C D E， 这个你们可以拍下来。那么另外一个系统是这个。可是老师是用哪一个系统？老师今天跟大家公布一下，老师是用这个系统，因为老师觉得是系统比较有逻辑，比较有逻辑。这个系统也老师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哦，这个第二个系统老师不知道怎么来，所以老师没有用它，因为老师解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好奇怪的一个系统。不过这个系统比较逻辑，那么老师今天教大家看这个系统为什么老师觉得是非常的逻辑。你看。号码是一到九，号码的一到九，所以古人就把 A B C D E F G H I 一到九的列，那么 J 到 R 又一到九 ，S 到 Z 又一到八，所以老师觉得这一个是非常的逻辑。所以呢，你可以例如说，你叫做什么名 ？Bernard Tan A Gao。你叫 Bernard 当阿高，那么呢，你就把 Bernard 当阿高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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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就是一个单数，一个单数，就知道这个名字适不适合你。那么呢，还有另外一个算法，一个是全名，一个是叫做叫名，就是平时人家叫你什么。例如说，我的英文名是 Lim Say Fon， 那么老师的学生。朋友就叫我 Fon， 那么呢，老师只用这个三个字 Fon 来算这个号码，是平时用的叫的名称，就不用用全部的名字去算。哦，所以你可以算整个名称 Bernard Tan A Gao， 你就把这个名字全部算，或者平时每个人叫你 Bernard， 那么呢，你就用 Bernard。如果平时人家叫你 Bert。Bernard 那个呢不要叫你 Bert， 你就用这个 Bert 呢来算你的这个名字，就取到一个单字的号码，就可以算出这个号码对你有没有利。所以呢，例如老师解开一个谜底给大家知道，老师是怎么算的？老师先用你的生辰的号码。然后呢，用你的英文的号码来比例一下，老师从这个两个号码就可以算出你的生日喜你的名字的号码，还是你的生辰怕你的这个生日的号码啊，你的名字的生日怕名字的号码。有些人病很久，这个叫做什么？常年
生病的人，常年生病的人，为什么他会生病？常年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他的生辰跟他的名字，名字取错，他的生辰怕他的名字的号码，或者名字怕他的生辰的号码，他就体弱多病。神不神奇啊？好神奇的这个。那么怎么样可以把它扭转乾坤？只要改名，他的英文名，好，改他的英文名，改到他的生日喜欢他的名字的号码，他就可以怎么样？哇，命运大变。老师每次讲山鸡变凤凰，好奇怪的。另外一个人他取的这个名赚不到钱的，他赚不到钱。为什么？你用你的生日的号码再对比你的名字的号码，如果是互相害怕的话，没办法赚钱。如果两个都是喜欢的号码，他才赚大钱。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老师告诉大家怎么样的运用号码。好，我们大家看 PPT 一下。要看我们的生辰来看要避忌的号码。生命数字，生辰号码多的我们就要避忌。大家先知道这个，这个很容易了，这个很容易。好，这个很容易。如果算出来你的号码啊，日月年很多的话，这个号，例如你很多二，你这辈子就不可以用二，多的东西就不能用。因为什么？华人中华华夏的文化讲到一句话，超级灵，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多的东西不一定会好，平衡是最好。哦，平等，平，这个怎么讲啊？平衡是最好。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发现你很多号码的时候，你知道你很多号码的时候，你就不可以用那个号码，记得哈。星座也有号码，星座也有号码，老师公布一下。如果你是 Aries 的话，你就一号；你是 Taurus 的话，你就二号；你是 Gemini 的话，你就三号 ；Cancer 是四号，六是五号 ；Virgo 是六号。Libra 是七号 ，Scorpio 是八号 ，Sagittarius 是九号 ，Capricorn 又是一号 ，Aquarius 是二号 ，Pisces 是三号。好，老师从这边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懂得看，如果你懂得数字玄学，老师是 Aquarius， 老师是 Aquarius， 所以 Aquarius 你看是几号？二号。那么同时呢，也是个 Taurus， 也是二号。所以 Taurus 本身呢，华语怎么叫啊？什么牛啊？金牛座还有水瓶座，金牛跟水瓶都有二号，就代表什么呢？这两个星座有共同的性格。老师是 Aquarius， 二号，二号的星座是什么？Aquarius 是什么意思？很会讲话，很会交际，同时他有金牛座的怎么样努力，金牛是很努力的。所以呢 Taurus 跟 Aquarius 他们的性格差不多，这两个之间的多与少而已。这个也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怎么讲啊，数字。所以这个单单星座本身也有号码，很神奇吧，大家觉得？好，我们继续来。我们看 PPT， 星象也有号码。太阳是七号，月亮是一号，火星是二号，水星是三号，木星是四号，金星是五号，哈努曼是六号。这个是很少人讲的号码，很少人讲这个的，超级少人讲这个的。是什么？我的 lucky star Jupiter 也是四号。哦，那么
你们做香水的时候，老师会把那个吉星告诉大家，把吉星告诉大家。那么呢，例如说你的吉星是几号，你就知道那个号码对你比较幸运。哦，例如说你是这个木星，木星是你的吉星，你就知道什么星期四是你的吉天来的。所以你要签合约做重要的事情全部就在星期四去做。哦，所以这个从星象学也知道，所以老师先跟你讲号码了，你是木星的，所以你吉数是四号，所以呢你就要选的楼层是四楼去住，类似是这个样子，或者是几楼都无所谓，你的门牌要有四号在里面，这样的话呢就有这个木星的照耀。我告诉老师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奇怪的一个事情，老师的号码最后今天老师讲过了，老师学讲，老师你的号码出，老师没有买，老师最后个四个号码是1034，老师住的门牌，老师不可以讲老师的门牌哈，离不开1034，你说有没有夸张？这个是超级夸张的一件事情。所以单单老师在讲一个秘密，老师看这个公司的时候，看他的门牌的号码就知道赚不赚钱，是为什么？因为他的数字会告诉老师什么星照耀这个公司的门的前面，你就赚不赚钱。哦，那么这个也是秘密了，老师只能点到为而止哈，点到为止，不能讲破，不然会大乱啊哈，还会大世界大乱。为什么每次算不好的永远不要租，我会害死那个发展商啊。所以这个呢老师说不会公布，因为会乱。所以呢大家知道老师的方法，你做这个公司看这个号码就知道什么星来造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公司或者共创能不能继续营业，很准的，这个超准的，老师这么多的。那么有些人已经把工厂给租了，屋子也住了，老师就会怎么样？老师就会闭嘴，没办法改，老师就会 zip， 老师就不讲了。因为什么？这都是因果，老师没办法改。如果你是要找新的地方住，或者工厂或者公司还没有定案的呢，老师可以帮你。为什么呢？你还没定案，你定案的话怎么办？那么今天有学员问说，老师如果定案了号码不好有没有办法救？有的，有办法救，老师待会会公布啊。如果你只要听到最后，老师会跟你讲解决的方法。哦，已经是9:05了，我们就下课了。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好，开玩笑的了哈，不要紧张，老师继续讲啊，老师继续讲哈。老师啊，继续看这个 PPT， 中华华夏有这个秘密数字，这个可能大家也不知道。古传有一本书解释非常的清楚，不同的号码会带来不同影响力。这本书应该有好几千年的，这本书有好几千年的。那么老师告诉大家，老师有这本书哦，老师有这本书，这本书是夸张到什么地步？你住的房子的号码，你的银行户口的号码，你的还有什么？你的电话号码、车子号码。这本书很厉害，你有了这个号码，老师就翻这个中国所传的失传的这个书，一看你是这个号码，你的命运就会怎么样，写得非常清楚。我告诉大家，这本书我还没有亮出来给大家看，夸张到极点就对了。为什么会这么夸张？因为数字
学也就是宇宙讯息的密码，宇宙讯息的密码。哦，那么古人是怎么用的？古人是怎么用的？当然以前不懂有没有门牌了哈，古人以前不懂有没有门牌，不过他们是按照这个数字去写他的方案，是因为，因为是什么？因为全部都是星象学，星象学这个号码配这个号码会有到达怎么样的功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OK， 那么这本书呢又有什么好的用法？例如你的命运很不好，你的命运很不好，你住的房子的号码也不好，或者电话号码也不好，不能改，不能改的方法之下，老师就会算你的生辰，然后会把这个古书翻一翻。我说你用这个号码，那么你用了这个号码放在红包里，这个号码贴在你的门，你就即刻转变命运。夸张到这个地步，为什么？因为老师有用过，老师用过，你不敢想象他的那个力量有多夸张，有多夸。这本书很厉害的，翻翻翻，哎呦，这个人的门牌很不好，那么怎么帮他？老师就翻翻翻这个书，哦，这个吉数又配合你的生辰的喜字，那么再来呢，你就用这个号码，那么你就写这三个号码，就贴在你的大门，放在你的钱包里面，你就三鸡变凤凰，咸鱼翻身。老师有没有用过？没有用过，这辈子老师没有用过。你的红包要包很大，开玩笑啦，跟他说没问题。哎呀，这个老师再想一想，老师再想想啊。啊，想想想想，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古书很夸张啊，印度文化的秘密数字，通过人能看出号码，通过号码能看出人，这个也是超级夸张的一件事情啊。再来讲号码的掌握，错综复杂的波动频率学，哦，这个刚才老师也讲了，风水的秘密数字，九宫飞星，这些号码都是有它的秘密，这些号码都有它的秘密。再来，八卦里面也有号码，也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学问。大家可以看到，乾卦为一，兑卦为二，离卦为三，震卦为四，巽卦为五，坎卦为六，艮卦为七，坤卦为八。这个就是要学八卦，以及哦，当然不可能今天讲，今天也是没办法讲，给大家一个介绍，给大家一个介绍啊。所以老师看风水也是用风水数字去看。好，那么这个也就是风水数字的表，如果学易经八卦的同学你应该很熟这个，没有学过的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可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哦，可以看一下什么东西哦，可以看一下什么东西。好，那么老师就继续。哎，都可以，你的那个移上去。老师没得移啊。你还是你 off 掉，你 off 掉你的那个。哦，等一下 ，OK。啊，在家看一下，看清楚哈。再来，电话号码、银行号码怎么看？啊，老师叫你看啊，不过只是教一半的，没有时间啊。从电话号码跟银行号码是从后面看，后面两个字看。哦，这样子看。如果是银行号码，是从后面这两个字看，前面的第一个字不算。好，前面的第一个字是不算的，是从后面两个号码去算。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呢，是什么号码？最后最好后面结尾不要有零零，或很多的零零零零在中间，
我告诉你，你惨不忍睹啊！你现在去看你的电话号码，你大家现在去看你的银行户口，如果很多零的，老师只有一个一句话，自己珍重一下，啊，自己珍重一下，因为呢，这个零的号码非常的不好，代表什么都是空空荡荡，哦，什么叫做空空荡荡？所以大家现在去看自己的电话号码或者是银行户口号码，哦，这个呢是非常的夸张。好，那么今天老师讲到银行跟电话号码解决的方案，大家留意听一下。如果你发现你的银行户口很多零的话，你就要换银行户口。那么说怎么办？我用了这个用了很久，这个是我公司的，没办法改。我说很简单，这个零零零的号啊，这个户口号码就等于是支出的户口。你再找另外一个吉祥的户口，是存钱的户口，或者是投资的户口，是不是很厉害啊？这样子做，哦，所以要有智慧去改变你的命运。不好的银行户口是拿来做支出的，所以零零零零这些啊，你就拿来做支出的户口。你去再找一个好的银行户口。那么很多人说，老师我没办法选银行户口，这个就看我们大家的福报了。老师再教你一个方法，今天你去 A 家的银行开这个户口，看起来不好，怎么办？你就去 B 家的银行再开一个户口。B 家的银行看得不好，你去C 家的银行再开户口。如果三个都不好的话，代表哇，你的命运也蛮坎坷哈。你就继续看吧，你就继续找，找到好为止的话，那一天你找到好为止，就代表你的运已经开始变了。所以我们每次要有正能量，要用香多一些，要用香多一些，你就很容易找到好的号码。记得喷水香，用香粉，你就有好的这个号码会陪伴着我们。哦，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凶的号码是哪几样？老师每次都讲过了。哎呦，这些都是凶的号码，老师只能举一些了，没办法举太多凶的号码是怎么样。所以你的银行户口啊、名牌啊、电话号码有这些数字的话，最好要避忌一下，不要去用。大家可以拍下来，应该大家知道了，老师经常讲这些号码是凶的，老师很不喜欢这几个号码。哦，我们继续讲，给大家凶的号码，今天也送给大家吉的号码，这些都是吉祥的号码，大家都能够用的。哦，大家都能够用的，大家可以拍一下。哦，拍一下。好，那么这个怎么用啦？老师讲的，如果你的家的门牌是18，怎么化解？你就把18的门牌的下面或者你的木门大大的写吉号码，13 31 76 61 39 93，你就写还是买那个号码的牌放在你的门的 eye level 那边，就给顶一顶。这个是很重要的改变的方式，懂不懂？这个是很重要啊，大家听清楚吗？如果你家有凶的号码，怎么化解？你就可以用吉的号码写在你的木门，比较大个的。看老师啊，这个是木门，例如说你是住在1818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号码，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1818很严重。然后呢怎么办？如果真的没办法搬家，你就写好的号码，例如说13还是76，你就写一个76在那个木门那边，大大个。好，那么这个呢，老师要举一个例，有一个中国的学员，他做生意，那么这个生意呢做得很辛苦，那么呢他有几间厂要卖又卖不出，那么老师就用两个方法帮他。第一个，用吉的号码贴在他的门的那一边。第二个呢，用香来熏他要卖的地方。这两个双管齐下，
他卖不出的号码一做不到一下子就通通卖完完卖光。神不神啊？超级神的这个方法，超级有用的哦。所以呢，运用你懂得运用这个号码的话，你就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继续看 PPT， 怎么样算号码？先要算自己的生辰、名字、住宅、电话、银行、车子，这六个是我们最直接影响我们命运最近的号码，影响是最近的号码。哦，这个大家可以拍一下，可以拍一下。什么叫做这个人的死期很严重，或者是赚不到钱？他的生日、名字相克，或者怕，住宅也怕，电话也怕，银行号码也怕，车子号码通通怕他的生辰。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必死无疑啊！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怎么赚钱都赚不到。如果你要咸鱼翻身，你一定要用我们的香方的疗法去用，会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一改变好的时候，你自动怎么样？好的号码会跟着你。像黎黎本身莫名其妙让老师算他的那个电话号码，老师说用这个，他就怎么样？就中了，用买这个号码就中了彩票，就中了 4D。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很用功的用香。你一个用功用相的话，吉的号码会跟着你走，这个是超夸张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些人用相用到什么地步吗？用到搬家。那么用到搬家的时候呢，有吉的号码你就发了，你就越来越好。或者换车子，或者是换电话号码，或者是换银行户口号码。为什么？依然还用数字啊，他这个用相用的磁场非常好，自动的数字会开始改变，这个也是全自动化，全自动化。那么呢，老师今天公开一下，如果有学员想老师为他看这个六个号码的话，老师因为 COVID-19 没办法离开新加坡啊，真的，老师从里面这么久待过新加坡。如果谁要这个 consult 这个 numerology 的话，你可以预约。预约，那么收费多少？看 PPT 好了。老师已经亮了这个 PPT， 你看，因为中国市场的价格又不太一样，你就看这个，这个是跟我们的命盘的一模一样。哦，你们可以预约一下，老师会跟你讲这辈子你要用的号码。你的死期的号码是什么？你不能用，你用了你就很惨。那么你要做生意，以后你的办公室要有什么号码？你住的门牌大牌要有什么号码？你绝对赚大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超级夸张的啦。你一算的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老师，很多人说老师给我一大堆的号码让老师选，又没有红包了。我说哦，这个太不会做人，开玩笑开玩笑。因为问题是老师没有太多时间，没太多时间跟他选。如果有学员真的很认真的要改变命运的话，老师也会很认真的帮大家以这个六个范围啊，老师会跟你解答一下你应该避忌的应该好的号码，很仔细的为大家算一下就很 OK。 有兴趣可以来哦，要改变命运的可以来哦。那么啊，不看的也 OK 啊，老师很随缘的啊，自己拿捏了哈，自己拿捏。好，现在呢我们就 question answer 的时间，问答的时候，那么老师给大家五分钟到十分钟吧，因为已经是9:20了哈。好，什么问题？身份证号码有关系吗？身份证号码，因为那个是医生不可以，医生不能变的，我们就不要看，给自己烦恼哦。身份证的号码我们就不要看了，车
这个车证的号码也不能改，我们就不看。那些号码不能动的，我们就不要去看它，因为是没办法改的。我们看的是什么号码？能够改的号码。OK 啊，大家如果懂中医的话，有一句话是什么？别人的良药是你自己的毒药，你自己的良药也是对方的毒药，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从你的生辰去看，你的日月年来看你的号码，才配哪个是你的喜的号码。有些人喜欢八，有些人是八是他的毒药。哦，告诉大家，本来我很想讲一个，可是算了，忍一忍，不要讲。哦，忍一忍，因为某某号八号怕什么号码？哦，老师最清楚的，八号怕什么号码？老师最清楚的，这个你一碰到这个号码，你死气了。哦，死气了，这个，啊，哎呀，好吧，就送给大家这个礼物吧。大家都看得那么辛苦一个多钟头哈，让大家不要睡觉，给大家一个礼物。八号最怕什么号码？我老师只公布这个秘密。八号最怕三号。八号最怕三号。如果你是八号的人，你的名字算起来有三号，我告诉你，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哦。如果你是八号，你的银行户口全部算起来是三号，哇，你这个人赚不了钱。哦，老师只公布这个秘密，八号怕三号，这个超级准的，每个号码都有他怕的号码，叫死期嘛。啊，所以呢，老师已经公布这个，你们如果是八号的人，你们自己拿捏，你的名字有没有三号，你的什么什么有没有三号，如果有的话，你要马上去改，好不好？好，现在学员们有什么问题，尽量快一点发问，因为时间不够。生日是看阳历还是阴历 ？OK， 如果生日是看那个阿嬷的阳历，是可以，就要用阳历的系统去算。如果你是用农历的号码，你就要用农历的系统去算，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一定的规矩哈，没有一定的规矩。有人问，如果 birthday number same as name number how? No, if birthday number same as name number how? 如果 birthday 加 name number 的时候，如果你的 birthday 很多很多没有那个 number， 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没有多大的问题。例如说你是六号人，你的名字又是六号，这个代表你很喜欢钱，你超爱钱的人。好。哦，屋子的号码其实是影响全家，不论男女。例如说我们看一个阳宅的风水影响一家人，阴宅的风水影响一村人，所以这个很厉害的。老师回答问，二号怕什么号码？不能讲，不要再问什么怕什么，这个不能讲了哈。老师已经很勉强的讲八号怕三了哈。哦，那么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哦 ，OK， 大家应该听得还是很清楚。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看号码，老师还在新加坡，如果有兴趣可以看。那么呢，如果大家想学基本的常识吧，就留意我们的主播子玉跟 Ellie 的11月15号哈。11月8号是老师的，11月15号，留意子玉跟 Ellie 的，他会比较有时间嘛。老师的主播，他就比较详细讲1号到9号的人的品性，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初步的认识的话，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留意一下。他们也会告诉大家，不同的号码应该用什么香来化解。哦，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哦，非常的重要。其实是这个样子了，如果大家用功的用香的话，就已经能够帮大家解决翻身了。
如果用香再加上吉祥的号码，你更不得了，闪电般的，闪电般的疗愈，闭着眼睛开眼睛就命运就变，因为号码非常重要，再配合香方就非常的吉利。好，有没有再有问题啊？没有了，我们就到此就结束了。那么我们两个礼拜后我们继续留意老师的现场直播，好不好？啊，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几时会给数字学的课程？老师几时会给数字学的课程？哦，老师还在安排。现在 COVID-19 老师没办法给，只能是 Zoom 了哈。费用要是费用？费用数字玄学的是什么？一样的，多少钱呢？你的一样是多少？解解号码哈 啊是啊是啊，一样的，跟命盘一样的价格。你要讲对方，看不懂。哦，看数字的费用是跟命盘的费用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你就知道了哈。如果你还是不清楚的话，你请问我们的客户群，他们会跟大家解答，好不好？那么老师能够帮，老师尽量帮。那么因为什么老师会把这个数字拿出来呢？因为老师觉得如何要，老师在想如何最快的方法帮大家，用香已经很快，再加号码的话就更加快。哦，老师从来没有，这五年这几年老师都没有公布过，所以这回呢，老师觉得老师还在新加坡，老师就公布这件事情。因为老师COVID-19 过后的话，老师就经常就不在新加坡，要往中国跑，也要往澳洲跑。澳洲有五个国家等着老师要飞哈，所以呢，老师就没有多少个时间啊，就是这样子了。好，那么谢谢大家收看啊，如果有什么问题啊，老师欢迎大家到我们的新加坡的香道馆皮轩，或者到中国的皮轩去了解啊，我们的香方啊如何用。好，那么谢谢大家。拜拜。